我拿过这样的，那个绿色一百年代在天空上的那个。我们相信，在山里什么都有，清灵的空气里可以听见最纯真的笑声。步道中，小手总是紧紧抓住大手。再往山顶的阶梯上，我们发现了孩子无限巨大的力量。我们的心与心从没有这么接近过。在山里真的什么都有。今年过一个不一样的年。